流了，抖音也通过限流了。我是每天的话是直播到10点半的，10点半结束之后我就不再播了。昨天的话已经那什么，第三排空间看一下，调一下就行了，是吧？你们是想开这样子吗？是吗？你这样算吗？铁进来的。我真是的，就是真的没有骗你。主播抖音号多少啊？主播抖音号的话是海小星，你们搜一下。就是目前的话，然后我是在那什么。对，你就像车车一样好不好？正能量能不能给我走一波？正能量走一波好不好？你是要给我买鞋子是吗？我的鞋子是有点大的，我鞋子是有点大的，然后的话不能你们有求必应的，是不是？你看现在站台多少？才1.6，那今天还是老三啊。我看一下，我还有10几分钟下播，那下播之前在哪里正能量？就是你们公屏上飘起来正能量就行了，公屏上飘起来正能量就行了。就是大概我下播还有10几分钟，下播前的话，你的3万应该是可以点到的，3万点到，然后的话，我去给你们坐第三排，好不好？我坐第三排，不能让老二你们给我带偏啊，这样的话带着，然后等爸爸就把我那个什么了，就不能那什么，哎，哎什么嘛，真的是，谢谢，欢迎我学姐哈，谢谢大家为主播点赞，今天啊、我下那个直播的时候，我看一下能不能到3W，能不能到3W。然后我等一下，然后坐第三排好吗？我满足一下今天你们这个，就坐第三排。我今天的话是可以满足你们坐第三排的。等一下，然后我们摄影师，然后会给大家加个鸡腿，好不好？我摄影师给大家加个鸡腿。那你们小赞走起来吧，你们小赞走起来，然后关注点一下关注，关注走起来，然后继续给大家上一下福袋，好不好？给大家上一下福袋，你看给这老铁急的一下没事的，别的直播间都没事，脱鞋就行，不用去最后一排，你就给老铁着急的又是脱个鞋有啥好看的，对呀、啊、正常我一天你们想看，你不能拿昨天脱鞋你们回复今天是这个样子哈，就是昨天的话是这个样子，你们是不统一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是没有达到一个统一，然后主播直播时间已经到了，那主播直播的时间是每天上午9点半到10点半哈，9点半到10点半，你肯定没有一直在直播间的，你肯定一直没有，你们说的挑衅就是这个样子吧？是这个样子是吗？是不是？子宇是吗？不知道，他们的粉丝和我的和咱们的。思想不在一个高度，不太一样是吗？对。那我们的就是这个样子。他们是想让咱们死，想让咱们被封，对吧？你们是想让我们封号是吗？脱鞋是吗？然后脱鞋，我明天买双拖鞋好吗？买双拖鞋。